橱窗挂着呢，只是没发着别人了。能赚一点是一点啦。晚安，宝宝。那天我看他们让我们舌吻，我在微博上刷到的。这么变态。快点。你要如他们愿吗？哦。就这一次啊。早知道你们这么淫荡，我就不跟你们玩了。来吧。那你要舌吻，你就做一个该要舌吻的样子。你这种吊儿郎当的，谁想跟你亲啊？你看啥？你好一点。那我不亲了，我不说。你闭上眼睛亲不就得了？你不要看着我。这死样子，谁想跟你舌啊？快一点，想舌就好好舌好吗？那么，我好讨厌这种样子。我今天不亲了，我的闭着眼睛我都找不到你在哪儿。哎呀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，宝宝？我什么都没干，你退回去了。他妈的！你怎么没伸舌头？